但是要把你本身练歌的那唱歌的那个技巧做得好。啊！练好你自己体内的那个能力。不要，这是不用鼻子，练高音风三声啊。OK， 那一个是 chest 的喉咙，它是不一样的，情绪处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问你，教你们如何上课，把声音放在平音轻，对，真的会变的，会变的，从一个比较厚的声音变来做。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。故意的，按住他，声音才穿，也穿有用的。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听得出吗？